为什么要用热升华印制商品，三大优势告诉您。随着客制化礼赠品的需求增加，少量多样化的印制需求也跟着提升，客制化产业蓬勃发展。然而印刷设备百百种，对于一些刚起步的中小型工作室可能有成本空间的考量。一生将介绍高 CP 值的热升华技术，让微型创业更简单。热升华是热转印技术的一种，热升华转印需使用专用升华墨水，先将图案列印在热升华转印纸上，再透过加热加压方式将转印纸上的墨水转换为气态，成为气态的墨水会渗入成印物的缝隙，待冷却后恢复固体状态并固定在成印物上，即完成热升华转印。热升华印纸的优点是什么？一、一机多印，应用范围广。热升华可印制的商品包含鞋帽、餐盘、衣服、马克杯、钥匙圈、杯垫、毛巾等商品，搭配多功能转印机即可轻松将图像转印，印刷效果精致鲜艳。且市面上推出许多热升华的印表机型，其中不乏入门款的小尺寸机，可以印制多种商品且不占空间，适合小型工作室、学校、创作者使用， CP 值非常高。二、色彩鲜艳，图案细致。热升华运用加热加压方式，使图像转印至商品上颗粒度非常小，且采用连续色阶技术，印制效果出色，即使是困难度较高的渐层效果也能轻松转印。有别于一般压电式的喷头，市面上许多热升华印表机使用 TFP 微针点压电式高效能喷头，出墨量大且落墨位置更精确，提升印刷效率，同时也维持稳定的印刷品质。三、体积小，操作简易。目前市面上有各种热升华设备，尺寸价格都有所差异，大部分的设备都有非常人性化的设计，包含清晰简易的界面、可调整的面板等等，大部分设备还可透过 WiFi 连接装置，不必再接大大小小的电线影响工作范围，释放更多空间，只需搭配一台热转印机即可将图像完美转印至商品上。看完以上热升华的设备介绍，相信您也对这项技术有新的了解。热升华转印能帮助您印制出多样高品质的周边商品，一生提供多款热升华设备，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。